无形之刃，最为致命。我是。我是 S6 的 Fake。S8 的 Rookie。S9 的秃鹰币。S10 的 Showmate。不。我都不是。我是王继超。哎呀，我听不换一下，我操！对不起，王继超，我没忍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闭麦，我闭麦。嗯。啊，他们中单这个不是上单，哎，不是打凤凰吗？喜欢玩新英雄，喜欢玩隐少，是吧？人家中单可是宗师呢，王继超。宗师。说实话，菜的像个宗师长，知不知道？我王者是可以这样说话的，我千分王者是可以这样说话的，知不知道？学习一下李哥，菜的像个大师三百点，学王继超说话，菜的像个果香果。果小果等于大师三百点，我这是夸你，啊，行，哎，我先送一个兄弟们，我先送一个，我都看到了，所以我从来不走那边。看到了你不跟我说，不是兄弟，你看到了你不跟我说，我又没看到。不是，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已经。撞脸上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换线吧，我们换线怎么样？啊，算了，不换了，不行，不能。可以。当我意识到有危险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闪现都跑不掉了。是的，也是的。当我意识到有危险的时候，是来不及了，所以我都是从下面走的。没关系。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塔姆辅助啊？塔姆辅助很。我操，这人真的厉害吗？现在。这下可好，接到欢喜了。除了你。哇，有带呀，这个。他两个头。说实话，我刚刚看了一眼微信，我死了。我这个 W 怎么样？我这 Q 怎么样？没打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！打呀！不打这个呀？哎呀，我操！我一直想牛技能杀瞎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一直想牛技能杀瞎子，所以我没打这个蛤蟆。所成之事，不可逆也。好尬呀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觉得英雄联盟的英雄说出来的话很尬是不是？我觉得英雄联盟。我觉得这些英雄说话很帅，无知者在劫难逃。你们听着不感觉很帅吗？帅，太帅了！无知者在劫难逃。啥意思？王继超走中。没
事，你能杀你能杀啊！我三 Q 全中，我这波就是想着我死，然后你杀了。杀的话得赶紧喊妈过来了。都去了，都去了，都去中了。我们推下，我们推下，不管，我们推下。算了，走吧。疼了，好疼了。来！我操，这影像好猛，这把搬了吧。下路血一波，要打吗？就杀瞎子。啊，好可惜啊！你这个，我给你挡好了。没事，我把瞎子给杀了。鬼才可以收他。没事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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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路不怕，我现在来了。盯住，被他秒了。哇操，我大招开不出来呀。走吧，走走走。可以追，可以追。可以打。可以吗？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打掉了。你不太敢追了。什么？召唤师您好，妈的，这人在这搞事，这人。你被封那个是吧？大招试试吧。他们这个残血，算了算了，走走走。大龙好像不是很好打，鳄鱼回家，鳄鱼回家出来，大龙，鳄鱼回家出来，踢出来大龙。先把兵清了，兄弟们。先把这个兵清了，我把瞎子推到了。小心小心，先退下，先退下，他们影上要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瞎子没 Q 到。走吧，走走走。准备小龙，准备小龙啊，准备小龙。走走走，他们那个隐身了，隐身了，隐身了。凤凰，凤凰能秒吗？凤凰，来来来，凤凰秒了。来打小龙，打小龙，别怕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，我能杀，我能杀，别怕。哎呦，哦，啊、哦，哇，什么三个全复活了？啊、哦，差点，差点，我下次来了，下次来了，不了吧？都活了。poke poke 先 poke 啊，先让维罗斯 poke， 不，先让鬼才 poke。哎，这里有个豹，有个那啥，有个冰鸟可以杀，感觉豹女可以去处理一下。啊，鬼才在消耗，鬼才消耗，小心小心。nice nice， 没事，等我就行了，等我就行了啊。果果怎么不说话了？果果。啊，我在这打游戏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维罗斯死了，维罗斯死了，他们一定死了。
上杠和上杠。艾森，可以。应该一波不了。我们拿塔罗。不应该一波。下路线推过来。这个是一波了，我操！我姐真的很菜的，我姐真的好菜，我现在王姐好菜。王广，我以前用姐带过你吧？我以前姐是不是比较强？你以前用永恩打过，那个时候你的永恩很菜。可以，准备小龙团。我以前还可以，这个、我以前真的还可以，我以前王杰，哎，乌龟你应该知道我以前王杰还可以的，没印象。我操，你没印象你也得说可以啊，你也得说有啊。那你玩的真是六六六。他其实已经死了的，主要是被吞进去了，被吞进去就死不了了是吧？那个炸就没伤害的对吧？啊，吞进去有护盾啊，吞进去哦，可以。我刚刚那炸一下他必死了，其实。没事，我大招是一块啊，我三十秒一个大，不急。维罗斯死了。我上没闪，牛逼五三！哎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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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！我操！我操！吓死我了！直接四个人全出！我操！可以拿下。这对面是买活的吧？拿下了，牛亚兄弟们打得好啊！打得好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钻四了。哎，钻石没有五啊，钻四直接。嗯，没有五，没有五。那是不是？